1003，永远有他的陪伴。1003，我们一起作伴。1003，分享快乐的色彩，不怕孤单，我们相互取暖。1003，永远有他的陪伴。1003，我们一起作伴。1003，微微发光的夜晚，不说晚安。1003，就是不一样，美好的时光。
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八点到十二点，阿 Ken 新营1003夜晚 hold 得住。新营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请问你第一次在空中唱歌的时候呢，你的感觉跟心情是怎么样的？紧张啊。你的紧张的程度呢，如果以一个形容词来形容，或者说一个动作来形容，你会怎么形容它？好像有蚂蚁在身上爬。蚂蚁在身上爬般的痒，对不对？是。就是有那种毛毛的感觉。紧张的感觉。刚才在开始之前呢，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紧张。那种紧张是觉得刚刚的那段许哲佩的台歌未免也太长了一点。因为那台歌是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然后我心里在想说，很奇怪，这个一分钟过得好慢。我知道你为什么那么紧张了，因为前面四个人让我很紧张。没有没有，尤其是那个美女。没有没有，这个倒还好。后来我就慢慢的心里做了一些调试之后，其实还 OK。只是因为今天他们四个人哦，在我开始之前啊，因为我就跟他们讲说哦，待会呢，就是我算5、4、3、2、1，你们就自己开始啊。然后那个谁见证就自己开始唱了啊。然后他整个他的双眼就一直看着我，然后那个 keyboardist 呢，他就一直看着我，因为我要给他 sing 的5、4、3、2、1嘛。哇，整个场面超紧张的，我就觉得许哲佩那首歌一点都不能安抚到人心。我觉得还好啦。这是今天我们的这个 Live of Live，或是说我们每个星期一晚上8点30分到9点30分一个小时的 Live of Live 现场演唱的环节，要带给大家另外一种生命的感觉。是的，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就是 Love Me Not， 欢迎欢迎。Hello， 美女叫做 Karyn， 然后帅哥们叫做见证，刚才唱歌的是见证，然后还有 Neo 以及我们的树权。是，为什么不要给他们自己介绍嘞？哦，来，自我介绍一下。算了，什么？都已经介绍过了嘛，哈。这一次来到现场的话呢，其实也带来了很多的歌曲，可是先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叫 Love Me Not， 就 Love Me Not， 可是其实又不应该读成 Not， 应该是读成 Not， 对不对？应该是这样读，对不对？它有什么不同？不一样，因为 NOT 跟加一个 K 哈有不同的很大的分别，有很大的分别。加一个 K， Love Me Not 就是你不要爱我，可是 Love Me Not 是那个 Not 呢是一个结哦，就是爱我的一个结。哦，对，因为爱你呢，原来有不同的爱你就在我心中打了一个结，然后那个结呢，让我一直心跳觉得哎，少跳一拍，少跳一拍的感觉。好了，我们还是让他们解释吧。请问为什么？我觉得我解释完了，我才怪呢，我才不相信你说的。解释一下为什么叫 Love Me Not？ 好，其实Love Me Not 的意思就是希望那些啊，就是那些情侣对他们永结同心，就是 Not 在一起的感觉了。永结同心，永结同心，大家是不是不知道永结同心英文怎么讲？Love me not， 真的啊，永结同心英文真的叫 love me not。不是啦，不过这个很有意思吗？你不觉得很 creative 吗？是啊，是啊，有，真的真的有。Love me not， 你们下一次呢，只要要写那个永结同心，不知道要怎么写英语的话呢，就记得这个 love me not。哎，不对，不对，不对，如果你包红包给人家，你又写 love me 的话呢？这样就不太对，应该写 love her 或 love 对对对 love her not 还是 love， 不然就 love not 咯。OK， 这个问题其实有一点难讨论。You both love not。对对对，他们其实是常常在，如果大家有去出席一些婚礼的话呢，说不定有听过他们唱歌。请问你们这个 Love Me Not 的这个组合当中，哪一位歌手是最受欢迎的？有没有？就是黄牌、金牌歌手这样，大家都会哦，那个谁，我要他唱。有吗？有吗？应该是我们的，我觉得是那，对，我就是 Wendy 老师。Wendy 老师，真的假的 ？Wendy 老师，我很少叫 Wendy 老师，我每次都叫AA。其实还有另外一位，就是我们旁边这位美女。真的吗 ？Karyn， 为什么她是在当中比较受欢迎的呢？没了，没有啦，就也是新血啊。哦，对，新血 ，New Blood， New Blood， New Blood 哦，受欢迎哦，那些 Old Blood 哦会很不开心的。对对对，所以他有引起哪一些人的不开心吗？就是思琳有没有特别不开心之类的？人家都已经，人家都已经去陈洁仪演唱会上了，真的。对 ，Loving Not 呢？他们其实之前有，不是之前，现在那一位歌手思琳，他之前也有来节目当中唱过歌哦。他其实常在1003空中现身。Wendy 的话呢，今天有一些事情没有办法来，不过他其实也算是这个团队当中常常会出席的歌手，对不对？大家如果是想要看到他们的 profile 的话呢，可以去什么网站看吗？可以到我们的那个 Love Me Not。com.sg
所以就是 lovemekno.com.sg 对的，去看一看今天来到现场这几位朋友，不过呢是看不到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多数的人的照片都没有在上面，I don't know why，是吗？是不是？可是可以去 YouTube 看吧，你们应该有放一些，因为那些在照片里面的都已经成经典哦，他们是经典哦，哎，真的没有哎，真的没有，这几个都没有，没有，对不对？这五位都没有在嘛，对不对？你们四位今天都没有在这个网站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如果说就是你们要求我们 Love Me Not 替你们表演的话，有些时候还是会看到他们的。哦，有些时候还是会看到这几位，或者是可以上网 YouTube 吧，他们是找一些 Love Me Not， 他们是属于黄牌型了，就是出场费很贵的。对对，所以今天来这个电台啊，不需要他们出。没有啦，欣姐比较受欢迎，没有听到吗？你们就这样子，最受欢迎的都来了。不过也 OK 啦，不过也 OK 啦。思琳我也认识太久了，也看腻了，所以换一个。看腻了。对对对，看换一个来看也不错。我回去跟他讲哦，记得。回来之后，我们听听这位欣姐唱歌。新歌加精选，只在1003。我要的世界存在你耳边，细数每个成长体会。平凡却真实的神仙，新歌加精选。我要的世界，梦想在怀中，未来呼唤我，相信我会坚强的走到最后。1003新歌加精选，要听就要听不一样的。你们好，我们是苏打绿1003资讯娱乐台。就是不一样，嘿嘿，1003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懂，说分手的难处冷静。看着你把话说出，好让你觉得我没那么在乎。其实你不说我能感触，虽然我装作糊涂。提到他，你的眼神已明显你不再专注。这一路每一步都走得太辛苦，爱到不了幸福。是我们没有认路的天赋，它让我看清楚，这旅途每一步都走得太辛苦，爱终究走到迷途，决定祝福我会算出，就像当初说要爱你给了全部。我懂，说分手的难处冷静，把话说出，好让你觉得我没那么在乎。其实你不说我能感触，虽然我装作糊涂。提到他，你的眼神已明显你不再专注。这一路每一步都走得太辛苦，爱到不了幸福。天赋，它让我看清楚，这旅途每一步都走得太辛苦，爱终究走到迷途，决定祝福我会算数，就像当初说要爱你给了全部。这一路每一步都走得太辛苦，爱到不到幸福，是我们没有认路的天赋，它让我看清楚，这旅途每一步都走得太辛苦，爱终究走到迷途，决定祝福我会算数，就像当初说要爱你给了全部。
我觉得哦，他跟潘嘉丽的一个共同点呢，就是他们的声线上有一个特色，嗯、就是那个比较沙沙的那个鼻音嘛，那个、对，鼻音跟他后边那个沙哑音的那个沙哑音的那个地方，高音也很美。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Kelly 的那个沙哑呢会再的明显一些些，他好像有一点收起来的感觉，嗯、可能他最近喊不够多或之类的。可是他平时是不是一个会很喜欢大喊大叫的女生？很吵，没有，因为其实 我跟你讲，通常是这样子，在新加坡你看到一个女生，她看起来外表呢很斯文哦，她私底下就是很吵，很吵 ，extreme 的，真的吗？真的，然后就是会一直叫啊。我只是觉得他们很可爱，每次他们一唱完哦，两个人哦就在那边笑、嗯、笑成一团。不知道为什么，有什么好笑的嘞？请问没有啦，很紧张啊。他一直抓住我的手，我可以给你换位吗？可以，我们真的真的，心颖可以跟他换一下吗？你可以让他可以，你要不要过来？真的真的，等一下就这样子啊。委屈他了，他每天晚上要跟我。对啊，我们的节目就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火花，然后我们就会有新闻点，对不对？对，又笑成一团了。不要再，我觉得他很像漫画里面走出来。把耳机脱下，快点，现在走过去。Karyn 过来，说等一下你唱的时候可以抓住我，快点，过去。我们现在很认真，我们现在完全在现场直接来换人。所以心莹今晚你就好好的休息，因为我们今天在外面忙了一天。我还是不要值了，你自己一个人好了。Karyn 跟我就 OK 啦。好啦，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 Live All Live 的现场呢，是有来自这个新加坡的一个 Wedding Band， 他们的名字呢叫 Love Me Not。这 Love Me Not 来说的话，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lovemenots.com.sg 看更多的一些详情。回来之后呢，会带给大家更多好听的歌曲。不过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听听这首这首歌曲来说的话是，是我看一看 Stay Cool， 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台湾的一个独立乐团所带来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呢是 Look， 我们来听听看。陪你熬夜聊天到爆肝也没关系，陪你逛街逛成便秘族也没关系，超感谢你让我重生整个 ORZ， 让我重新认识 LOVE V-E-L-O-V-E 恋爱 ING Happy 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拍摄机，恋爱 ING 改变ING， 改变了黄昏黎明，有你都心跳到不行。你是空气，但是还完胜我了空气。你是阳光，但是却能照进半夜里。谁能在昼夜能初衷，喂饱了生命。你就是维他命 ，LOVE。LOVE LOVE， 恋爱 ING Happy 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拍摄机，恋爱 ING。改变 ING， 改变了黄昏黎明，有你都心跳到不行。某时某分某秒某日某地某种永远的心情，不会忘记此刻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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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恋爱 ING Happy 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拍摄机，恋爱 ING 改变ING， 改变了黄昏黎明，有你都心跳到不行，黄昏黎明整个都恋爱 ING。 诶，我觉得刚刚那个 LOVE 那个地方非常有问题。什么问题？首先呢，这个男生他的 LOVE 是这样、LOVE， 然后第二呢，你给他解释一下，给他解释一下。你解释要澄清，原本我要等 Karyn 跟我一起进，可是Karyn 很忙，对。
不是，重点是第二个问题就来了，这个女生的声音呢不像女生，所以你根本听不出那个差别。她其实有在唱，她在那边 L O V， 可是她的声音也是 L O V， 我觉得她比我的声音更像男生。你猜一下刚刚那个 L O V， 你唱一下 L。哦、oh, ，你刚哪有这样唱？你刚刚没有，他刚才是这样唱的，你自己没有专心听。没有，刚才你问他，可是他坐在你旁边唱的歌，他唱的比较女人，是不是？是不是有女人？不是，你有？你刚刚在听那 L O V 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说你们可以开心一点吗？你们可以开心一点吗？我感觉到我是赤裸裸在那边的，跟他们两个，你就没有？我觉得是他们的女主唱被你掳走了，他们心慌慌了。对你不要这样讲，因为他现在坐我旁边，他已经很紧张了。你再越讲了，他就开始你知道更加的紧张，因为我等一下还要给他抓我的手的，所以你们先你借人家外套就够了。我觉得阿 Ken 晚上一定会把那个外套拿来闻的。这个做法很变态，为什么你把我侮辱成那样子？不行，不过必须要说，刚才的那个就是进 bridge 之前的部分，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一次？我们来一个开心一点的 bridge 之前，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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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段你背很久吗？不会啊，因为唱过很多次了这首歌。哦，这首歌唱过很多次，是不是婚礼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唱这首《恋爱 ing》？对，可是那个 part 真的是很难唱。可是就是对啊，所以很难背啊。其实是键盘手练的比较久。对啊，他蛮辛苦。紧张，他蛮辛苦。我听的是你听的是 After Cross 那一段哦，他 solo 的地方，哇，真的还蛮紧张的。对对对 ，OK， 所以我们从那个 pre 那个 bridge 之前开始，可不可以？你给我们一个一二三四，然后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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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OK， 我们 try 一下，我们 try 一下啊，来。未来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某秒某人某地某种永远的心情，不会忘记此刻 L O V E L O V E L O V E。这个才叫开心嘛！真的很不错。刚才这么在搞什么神秘？刚才你知道，刚才那个感觉像是要那种 birthday surprise 哦 ，L O V E L O V， 然后开门耶！真的，这首歌原本就是要开心的。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在听的话呢，觉得刚才他们唱的那个歌曲不错的话呢，欢迎你 SMS 到97171003 97171003。只有一秒，世界崩溃成一座孤岛，这里没有人也没有时间，不用思考，再没有后路可找，或许就能天荒地老。明天的诺言交给明天去实现，这爱的誓言哪怕痛苦多过天。下雨了，两个人的荒岛，和你的荒岛淋湿了，就知道谁会比谁更胆小。我梦见了两个人的荒岛，你要不要也睡着？ Baby 跟我逃，然后永远从地图上擦掉。拥抱，我们只剩一秒，世界崩溃成一座孤岛，这里没有人也没有时间，不用思考，再没有后路可找，不去就能天荒地老。明天的诺言交给明天去实现，这爱的誓言哪怕痛苦多过天。下雨了，两个人的荒岛，和你的荒岛淋湿了，就知道谁会比谁更胆小。我梦见了两个人的荒岛，你要不要也睡着？ Baby 跟我逃，然后永远从地图
想擦掉。谁会比谁更胆小？我梦见了两个人的荒岛，你要不要也睡着 ？Baby 跟我逃，然后永远从地图上擦掉，一起看天亮了，除了爱以外，我什么都不要。他刚刚没有抓我，所以我要抓他一下。哟，这个变态。刚刚这首歌曲呢，两个人的荒岛，这是一首合唱曲。一开始的时候呢，感觉上这两个人好像是有点暧昧，然后刚认识，然后到后来呢，是发现到比较认识对方，然后我是说他们唱歌的感觉，对，然后对对方有那种心动的感觉。你有没有觉得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都唱得小心翼翼的，就是对对方的感觉都小心翼翼的，对。然后我发现到男生都不太敢看女生，他可能怕说因为日久生情嘛，然后可能就会产生某一些特别的情感。应该不会，是为什么？因为他到后来那种比较高音的地方，就到后边比较高潮的地方的时候，他开始有在看女生了。然后女生其实是一直在看在前面的，两边都互望了，对对，有那个默契。我其实不是很敢一直对着他笑，因为我怕等下 Karyn 会一直盯着。真的，你们看我刚才也一直在，原来你是怕 Karyn 对，紧张惨啦！今天在这边的气氛，哎呀，对对对。不过，所以今天这首歌应该是我跟他合唱，唱什么唱？你们要重复一遍吗？可以试一下吗？我好想看哦，对对对，好想听哦。这首歌太高音了。太慌张的拥抱，有没有是怎么唱到下雨了？下雨了又不是你唱的，是他唱的嘛？男生好像也有吧？有男生有下雨更高，来唱一下 key。下雨了，好像很高。下雨了，算了算了，有没有低音一点的歌？其实有一个东西叫转 key。哦 transpose， 对对，他应该是可以。什么叫降三个 key？我的声音看起来需要降三个 key 吗？你可不可以试一下吗？好想看哦。对，不想听哦。不要，千万不要，这个听众们千万不要尝试啊。然后刚刚有听众说呢，可以告诉他们 ，Brandon 非常喜欢听他们唱歌，拜托。他说这个有朋友说太精彩了，老帅哥、中帅哥跟小美女都很棒。老帅哥是谁？我不知道哎。他在说你哦。这边其实有一二三三个男生，可是你只讲了老帅哥跟中帅哥，那另外一个男的怎么办呢？对哦，对啊。然后小美女我们知道是谁啦，一定是心仪的吗？然后另外一个听众说太精彩了，哈哈。然后另外一个他有说到呢，他叫哭啦，哭啦是你的朋友，对，哭啦，哭啦，哭啦。他说我很爱他们 ，Continue to rock on my love。是啊。然后有听众说想要 request Neil 跟 Karyn 呢唱另一个天堂。你有跟 Karyn 合唱另一个天堂，今天有准备是不是？没有哎。明天，哎呀，你不懂什么东西叫 Internet 吗？找找歌词，我们要休息一下。你没有 keyboard 哦。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听一听他们再次的演唱。坚强像谎言一样，不过是一种伪装。他只希望有个机会能被你爱上。我还需要多久多长，多渴望你才回头想他，贴在他的身旁，微笑像谎言一样。是最起码的假装，
眼泪只能躲藏。那个男人爱着你，忘记了自己，从此他小心翼翼，静静等待爱情，他情愿选择相信，为了你不言不语。那个男人爱着你，深埋在回忆，不论要多久多长多伤，他还是爱着你，一如往常。就好像一个傻瓜对着那空气说话，他会不会有个机会能被你爱上？哦，还需要多久多长多渴望，你再回头想他，贴在他的身旁，微笑像谎言一样，是最起码的假装，眼泪只能躲藏。哦哦，那个男人就是我，你知道吗？还是知道却假装不知道吗？问到沙哑，你也不会回答。还需要多久多长多伤，你才会听见我没说的话，坚强像谎言一样，不过是一种伪装，我只希望有个机会能被你爱上。哦，无论要多久多长多受伤，我还是爱着你，每分每秒一样。就好像一个傻瓜对着那空气说话，等着被你爱上。这个摆明就是公然的来踢馆，在我面前唱那个男人这首歌，拜托，你知道这首歌是我的主题曲。你唱韩语版的吗？人家唱中文版的，而且我发觉他声音很悲，很有那个磁性。他的那个那个男人，对，可以吓得很低。你他一开始唱的时候，我吓到你知道吗？我这个哎，干嘛？突然之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把他声音调得那么悲喜，就没有。嗯，他是他自己一下那个音的时候，整个出来就对对对，原本就是这样的。而且他的抖音还蛮特别的，他上那个不管有多哒哒哒哒哒哒，那个是情绪，而且他的那个你夸张哎，你这个没有真的，是不是学得很像？他是不是这样子？哒哒啊！歌剧魅影出来了，没有啦，哪那么夸张？真的，你不信你叫他的那个，你这样讲，我回去要被 Wendy 骂呀。OK 了，你不信你唱一唱 Phantom，The Phantom of the Opera。为什么 Wendy 讲你的声音很有 Opera？ 他叫我不要抖那么多音，可是不过你刚刚抖蛮多的，我知道。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还好。恭喜你，应该是少很多，以前可能更多，是不是？对，以前更多，以前更多。因为现在的唱法都不能有那么多抖音，会抖音。会很以前，对对对对，会很比较路边一棵。哎，你可不可以唱路边一棵榕树下？要用你那种很传统的抖音唱一下。OK， 准备，预备备 ，Go！ 路边一棵榕树下是 OK， 那个棵好吗？好长哦。路边一棵。不可以嘞，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你知道抖音不容易耶，真的真的，而且他的那个抖音是有深度的，是，所以要收容易，要出很难，有内涵，嗯，唱得 OK， 唱得很好，谢谢谢谢，我怎么可能会说他唱得好呢？在我面前，你就韩语版的好，他是中文版的好不好吗？有人说叫你唱《无言的结局》，没错，他的声音就是唱《无言的结局》。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结局，等等，换角色。啊，真的吗？哎，唱一下，唱一下，预备备。哎，你会不会弹《无言的结局》？啊，哎，来唱一下，唱一下。哎，《无言的结局》来唱一下，快点。
我很少，我很少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下听到无言的结局。他可以变女生。你自己来啦 ，solo 一下，预备备。等一下，我想一下。嘿，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言。女生开始先，对不对？随便。曾经不知道。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结局，随着那岁月淡淡的去。我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脸上不会有泪滴。当我要如何能停止再次想你，我怎么能够埋葬一切回忆？还要唱吗？好，继续啊，人还没有。让我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别将你背影离去。分手时候说分手，请不要说那忘记，就让那回忆淡淡的随风去。也许我会忘记，也许会更想你，也许已没有也许。唱什么那个男人？唱无言的结局不是很好咯，大家又分饰两句，然后又觉得说很好玩，又觉得很好笑，对不对？又可以唱得很开心，对不对？对，所以下次好，千万不要再唱那个男人。唱不过，对不起，对不起，唱不过我了。没有唱的时候不要给他听到就好了。对对对，千万不要，不敢了，不敢了。So, 千万也不要跟他合唱。哦，不可以 ，OK。等一下就有了，等一下就有。等一下合唱什么歌啊？心愿便利贴，心愿便利贴这种还好啦。OK 了，不要唱太碎的小心愿便利贴这种 OK 了，他可以是唱给别人听哦。OK， 刚刚听无言的结局，还有什么歌你们其实想听，或者说听到他们的声音觉得说，诶，这位歌手唱这样的一首歌其实还蛮适合的，你可以 SMS 到97171003。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柔，脚边的空气转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头的白鸽。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青春在风中飘着。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会陪你奔跑，逃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我们心头的白鸽。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青春在风
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逃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时间和心神交错的城堡。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不是你的问题，我们听得出刚才那两个 key 呢是 keyboard 弹错。数学刚才道歉讲对不起，大声一点听不听到。sorry. 啊，我们听得出，而且你知道吗，刚才一弹第一个 key 错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看过去，然后之后呢见证就很非常非常的那个你知道沉稳，他就他继续唱到第二个 key 的时候开始我开始有点怕。没有，他开始在想说是我还是他呢，是我还是他，他不知道是到底是那哪里出现了一个问题。没有，刚才就是你知道这个就是现场演唱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心莹，我想你在唱一些 live music， 大家不知道心莹也是歌手，你们懂吗？好，我不是歌手啦。他其实平时呢他刚好是你们 competitor， 对，他是你们 competitor，算了哪有，没有啦，他平时有一些驻唱啊什么。其实你应该很久没有去驻唱了，很久没有了不过你之前唱歌的时候 live 唱歌，你印象最深就是你犯过错误或者是出现最大的那个出彩是大概什么出彩？应该是飙高音的时候破音吧，那个相信应该是比较大的出彩。你飙高音破音给我听一下，请问没有没有，我音破音有很多种，破音有很多种，有一种是这样子，然后有一种呢可能是就是沙咯，整个沙去就是飙不到，整个沙有什么歌沙沙，有什么歌是需要飙的哈？什么歌要飙的？我是一只小情歌。爱的离骚啊，小情歌，他刚才唱的很不错，好顺、你知道的，没有，这首歌还好，这首歌没有很飙的地方。小小鸟，我是一只小鸟，有这样那种充满挑战性的歌，我从来没有唱过。没有啦，还好。没有，通常呢，歌手就会跟你讲说，如果那个 key 呢你 hit 不到呢，你就把麦克风 pass 给所有在现场的朋友，来，我们一起唱。是小鸟没错，就是把麦克风 pass 出去呢，给大家一起来唱。是，要不然就是像你讲的，就用 transpose 就把它降一两个 key， 可是不要害自己。对，对，这个是顺便呢，在 live all live 的时候呢，现场演唱也顺便教大家一些现场，然后你唱歌的时候能够学到一些小技巧。是，而且要练歌，千万不要在卡拉 OK 练歌，那样子你根本就听不清楚你自己的声音。这个有一个人跟我讲过嘞，某一个音乐人，就是那个时候星光大道的评审。对对对，他说千万不要在卡拉 OK 练歌，因为会谋杀你自己的听觉。对对 对, 对，而且因为卡拉 OK 很多回音，很多 echo， 它会让你自己觉得哇，我唱的太好了。可是当你来到这样子的一个录音室环境，这应该是大家第一次来到这样子那么贴近听自己的声音，是不是？对，震撼教育，真的震撼。有 OK。他刚坐我旁边 ，Karyn 他坐我旁边。So， 你刚刚在听，不管是那个见证唱歌，或者你有唱歌的时候，你自己觉得你坐对面跟坐这边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坐对面比较有安全感啊。哇，Karyn好会说话。坐这边比较心跳加速。我看到一个卡通画面，《美女与野兽》。不是，重点是他刚刚讲说坐对面比较安全感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说还很 sad， 然后他讲说坐这边比较心跳加速的时候，我又不知道我应该开心的时候。他的心跳加速可以是因为看到我所以心跳加速，他也可以是那种他根本不想在我身边所以他心跳加速。应该是对你有感觉。是哪一个？你快点讲，解释一下。不要这样啦，快点解释。解释哦，就心跳加速很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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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快快快，然后也不懂为什么，就这样。哇，那边有脸红哦，好好笑。好啦，我很久没有那种，你知道吗？哇，我在这样的一个场合暧昧的感觉。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献给我们两位的，请大家洗耳恭听。这首《心愿便利贴》是送给我们两位的。
来是吧？是吧？是 OK 了哈。好了 ，OK 了，我送给你，买，我送给你，有没有？你可以讲大声一点，不然听众听不懂。送给心莹，不要不要不要，你可以讲刚刚那句，之前那句快讲。送给 Ken 和心莹。这样又不对了哦。今天晚上他是想和你的。今天晚上 Love Me Not 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大家如果想要知道他们的资料的话呢，可以上网 lovemenots.com.sg 去看更多的一些资料。我们听听这首歌曲《心愿便利贴》。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先点燃就只仙女棒代替，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看你眼睛有幸福的倒影，把你的讨厌摘几遍送到天边，平凡的傻事用了心变成经典，曾满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清晰的语言我的天统统灵验，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先点燃就只仙女棒代替，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看你眼睛有幸福的倒影，把你的讨厌摘几遍送到天边，平凡的傻事用了心变成经典，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惊喜的语言我的天统统灵验，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最富有的宣言，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惊喜的语言我的天统统灵验，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你是最美的相信。有没有唱得很甜这首歌？对不对？你有没有突然觉得说，哇，他第一次唱得那么甜，跟你合唱第一次唱得如此之甜蜜？可瑞你也太有精力了吧！我一直在忍着，我一直在忍着笑，你懂吗？很辛苦的忍着。我一直很担心可瑞会笑出来耶。这一届哈、哦、跟我没有关系，这一届跟他第一次破音有关系。你不要以为人家听不出，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那个是对不对？他一点，我就是因为你没有嘴出嘴，我就觉得说，这既然是一个现场演唱，就应该会有这些很可爱的部分出现。然后后来他们为什么一直在笑呢？大家待会呢上网去我的 Facebook 看一看呢，就可以知道了。谢谢。对，今天再次谢谢 Love Me Not 来我们现场，谢谢，谢谢。8:15了。